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丧彪，是个职业杀手，他正想拿走箱子里的宝藏。很快两只小卡拉米发现了丧彪，但都被丧彪轻松解决。哟，兄弟们，早上中午晚上好啊！正如你们所见，现在我们进入了塞尔的传说的世界。两只小卡拉米猪头人啊，类似蛐蛐人的生物已经被我们干掉了。再往前就可以看到标志性的高塔了，在这里可以获得强力道具本职翼。当然，在塞尔达世界观里，这个叫做滑翔翼，有了它，水桶直接退休，我直接一跃而下，非常安全的到了地面。这么强力的装备，你们不给我点个赞，说不去吧？接下来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建筑，在里面找到合成炉来打造强力的装备，比如能源剑、枪之类的武器。所有的材料就在刚刚的猪头人营地里，而我们要对抗的怪物藏匿记中，只要接近它就会苏醒，并疯狂的攻击我们，跟开了挂一样，自瞄、锁头、透视，甚至还开了无敌。我们打开的本体根本不会造成伤害，所以只需要将它的八条腿全部打掉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它的材料，从而制作更强的装备。注意看，现在我拿着刚造好的装备，对着 BOSS 就是一个猛烈冲击， BOSS 也被我们很轻松的消灭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感兴趣的武器环节，看看这些特殊的剑石。远古剑石的效果直接把目标变成空气，掉落物也变成空气了。接下来就是闪电剑，这才是真正的电，直接给这掠夺者电到脚气，整个人的攻击性减弱不少。接下来就没什么特别的了，火人的冰剑、炸人的爆炸剑，以及我手里这把可以无限穿刺的弓，非常强力。书籍包名字是这个，感兴趣的观众自行下载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